看才有女人像，野猫对不住你个人，知道吗？我掉了，我这掉了，我都没有去补。心疼车不是，等一会儿可以休息一小会儿。我们是今天早上凌晨1点半起床的，哥哥。谢谢我家猪猪回来。我们是今天早上1点半起床的，你知道吗？丫头是今天早上凌晨1点半起床的，一直工作到现在了，都没咋休息过。有点卡啊，有点卡，是发烫了，可能是哥哥。是不是你手机发烫，还是我的手机发烫啊？今天下午的话，肯定还要晚了的，为什么呢？有 calling。我 calling 个隔壁要背个小时到。所以我在想，找个太阳底下的地方。我把凳子搬一搬。我把凳子搬一搬，饭已经吃过了。我把凳子搬一搬，我把车子停到这里来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你们等等我啊！
了，熬了。等会儿可以休息了，躺车上，我等会儿带你们一起躺在车里休息一会儿，行吗？有，感谢我天天快乐哥的桃花扇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去拿扇子了？就给丫头来了一个桃花扇，谢谢我家猪猪，感谢我家猪猪。那好几个新礼物了，这两个我都有录屏，今天的这两个美女那么漂亮，把牙秀一下太完美了。九强不好意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无完人，都有缺点吧，然后秀我这一副牙代价太高，舍不得。哦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大晚上也吹吗？对呀，一点半我家里出，一点半起床，两点钟出发呀。我一点半是家里起床，一点都不卡。猪猪，我叫猪猪说我一点都不卡，可能是那个的原因吧。看一下上面什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哥威武霸气，大哥来，我给你扇，你们坐我旁边，我给你扇一扇。等一会儿我带你们到车里坐着凉快一点。我接他们的，我接他们的这个扫一下，淘宝里像有点麻烦，我接他接光扫一下，淘宝里像有点麻烦，反正。啊，不养哦，养哦，养哦。这个是新礼品，嗯，新礼品，我立刻中过了。好，这个中。我们可得一年也可以。把个扎好切。对，这年。把扎好切。什么这么好？八千多吧。哦，我小五是个少数哎，我看这个老乡听过，一看就听过了，少数。小小的岂不是个小小的不是意思？不行的喽，我们问的应该有，才五点钱，哎，才出去就像不，他这是新品，哎，12块钱一个，新品哇哇的，新品一对啊，衣服贵也，金链子什么的，这12块钱了，这种的。这种的，这都是花钱，里里外外都得花，里里外外都得买，真的。主播在什么部队服役呀？不好意思，我呀，我在老百姓部队服役。这是我的老百姓部队呀！中午好，你好厉害哦！不厉害的是我们不平凡的每一位不平凡的丫头的贵人不平凡，明白吗？不平凡，换衣服了呀？没有换衣服。我到车里去吧。我到车里去，车里面打个空调了，那车里面能凉快一丢丢。哦，刺激呀！秦姐啊，秦姐跟我一块凉空调，快点，秦姐，刺激！之前不是一直白色的吗？我家里什么衣服都没有，你要啥衣服，啥衣服都有，啊。家里你要啥衣服，啥衣服都有，没有说规定什么颜色。哎妈，这个裤子它给我整的太小了，哎，一系，这衣服给我做的一点都不合身，怎么？我也在空调间，好个好个，朋友好久不见，臭臭的香猪，这个头像，这个头像，
这个头像很哇塞。